提醒乡亲，喺东岛要注意哦，天时阴雷阴凉诶。往年如系十二月头，流感人加高买车，不过今年暂前到十二月底，如阴雷阴多年车位多诶。就疾管署诶统计，上礼拜验证绿流感，基本医生看呢，都有为六万人次，比前一张礼拜多诶五千人次别呢。其中还有一对三十六岁诶男们呢，发病第二年如死黑的。廿七三秋，康复院排列的电话组流感预防沙，发行对二零二三年起时就提供免费预防沙，本所有的员工来做，就会爱放国际旅客忘记到的空中红线，变作平头车来车去的素材。公司有帮我们免费提供这个打疫苗的活动，那对我们第一线同仁当然都是最好的。那面对客人的话，我们比较不会受到那些病毒的侵害。因为我们第一线，我们要面对很多不一样各国的客人。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本身到底有没有感冒与否，所以公司有这个制度，让我们员工可以接种疫苗，算是很好的一个福利。流感疫情近来更多，往年都会为到十明年初将会便利化疫情，今年三千一零年第十年内就开始增加的。最后，疾管署统计，上礼拜总共新增加十九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，是今年前年的过后新高的。那我还有三名死亡病例，其中一个死者是三十六岁的男性，现正有发烧、颈椎压力症头，天因早晨去本线上看，可听测未到鼻型流感，不过到下周病情就恶化冻结，叫我们转来。他一开始发病的时候，就是也是发烧、咳嗽的症状，那隔天就到医院的就诊，不过在就是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发现 X 光看起来已经就是有双侧的肺炎的情形，那也有蛮严重的呼吸衰竭的状况，所以当时就立刻就是插管接呼吸器。不过因为他的病况实在变化得太快，所以当天就是因为治疗无效，所以死亡。一类流感到门急诊去就诊的人次来到将近六万人，那大概是在比前一周增加了五千一百人。那目前流感的疫情呢是看到持续的缓升。疾管署提醒，国内流感疫情还蛮多，千里花时节，韩国一礼拜东北季风来，完全北台湾的台风，恐怕会引起新的流感疫情。强调做预防沙和预防流感，请有效的方式，做得提供七成卡界保护力。呼吁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家、韩国成年人，要加加去做预防沙，来增加保护力。下个新闻来关心前奏，对报道。